从前笑声依然轻响起耳边，来对我挂牵，来与你见面，大家快乐始终不变，留起每滴怀念，能知也每一天。慶祝國慶啊！呢、這個咩國慶？國慶影巴士啊！我哋。頭先我哋應該影拜一 K 啦，係咪啊？喂，頭先我哋應該可以喺瑞和苑，應該翻轉頭喎，影去瑞和苑咯。八车牌好下次可以影拜一 K 喎。唔係啊，誒唔係頭先我影咗。唔係啊，我哋影龍運啊。唔記得咗佢啊。原來嗰班龍運鐵甲嚟㗎。係，但係個但係我哋影瑞和苑嗰度翻翻轉頭啊，翻轉頭咯。不過算啦，成日車唔係咁。蛋都可以照影嘅，蛋照影啦，冇所謂啊。UB 7302係喎，要幫你鋪翻嗰個巴士係咪啊？未鋪啊！等陣先，鋪埋兩，出去先鋪。出去先啦。好嚟喎！係喎，唔記得咗嗰樣嘢。唉，我哋又錯失咗個龍運鐵甲機會啊！哎呀！你哋要傾偈，你哋要傾騷擾，咁我哋又要有錯失。唉，下次唔應該行咁慢咯。下次我哋應該影咗瑞和苑先，跟住求其揾架車落翻翻嚟咯。下次應該要咁樣咯。睇下係咪？
如果龍運鐵甲嘅話，我哋要上先噶咯喎。龍運鐵甲如果八十一 K 都要上噶啦，上和遠方向都要上咗先影噶嘛。你老豆喺屋企啊？去咗觀塘食飯，應該媽咪喺度，媽應該未知。媽媽知唔知你出去嘅？知道。OK。對面那班是龍運鐵甲的話，我們就要去拍攝。如果八十一 K， 如果又有龍運鐵甲，我們又要上了。如果剛才那個職員被人家看到這樣踢球，還覺得更慘。是啊，因為拿球其實踢球是不對的，因為更慘。如果被人試，幸好賢仔，幸好賢仔踢球的時候職員在那裡走得快。你還要當那個直頭踢被人試，因為我是拿球是少少的事，你踢球是不對的。你踢球會踢到人咯，鬧得仲慘，我想最後嗰個唔係冤仔啊！我已經攞波已經俾人鬧，你踢球仲慘。我歡樂天地都唔鬧嘅。係啊。我吸半次，又可以俾你擒上。但係頭先佢寫住話唔俾擒上。係啊。喺度寫。點解都鬧？係啊。下次唔使去啦。上水鬧得仲慘啦，上水已經夠慘噶啦，一喐機啊，朗平都係啦。即係話你唔可以攞波咯。我制唔肯整啊。懶啊！我懶啊！好心理，佢覺得整個仔如果男人的話就整到啊，如果男職員的話就整到啊，男職員就得啦。我頭先叫你玩試下，咪要攞機。唉，好麻煩咯、啊！依間啊，真係麻煩到咧，一個點咯、啊。雖然係男，但係咧唔肯整，嗰個咧就唔知肯唔肯整，但係會鬧人咯，可能醫鬧。繼續坐。準備回去了，回去不知道知道蛋喔，是啊，格伦菲亚波 KB2488 咁大好车啊！哇，后边嘅广告系咩？哇！